到说你第一份工作是在肯德基现场表演，像你怎么烹调这只鸡吗？这只鸡无法烹调。你在肯德基，你还有印象中有遇过什么 OK 吗？因为我脸很臭，所以通常 OK 都不敢惹我。在众多的选手里面，像什么脱颖而出？那我只能用真心诚意来，我实在没办法做浮夸型，流于俗套。对，就是谁是俗套？我没有说谁是俗套。那你会觉得其他的人都在骗自己吗？因为我觉得骗自己还蛮痛苦的，因为你一直在说谎，然后再跟大家讲，我有进步了，然后大家就。有吗？还是好想知道你在说谁啊？没有说谁啦。如果你拥有神力女超人的能力，你最想做什么？搬地不要去。哎呀，我讲了。演一段神力女超人的招牌姿势。招牌姿势，刚刚那个吗？Say something to inspire yourself。什么东西？